然后一美丽的啊，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发了很长的一大段文字，花儿们自己去看一下啊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桂花，这个桂花呢，经过整改之后啊，应该好很多了，就是需要的就是时间，然后配合一些防肥水啊，去浇灌就 OK 了。你看他有一些个花友们经常遇到一些毛病啊，你就以他右边这一盆为例，他这个朱顶红啊就用了那么高深的盆。其实养花呢，不建议大家用大盆。如果说你养鱼啊什么的，养个小乌龟之类的，你用大盆，也就是我老说一个比较通俗的话，就是大盆养王八，小盆还适合养花，这一个道理啊，不建议大家用很大的花盆。长满根系呢，从小盆逐渐换大盆，越换越好，越换越好，是吧？而不是说一下子，你打个比方说吧，你看很多的新闻，中了500万的，中了大奖的，中了彩票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，基本上都是负债累累啊。养花也一个道理，循序渐进，懂这个事啊。这个桂花的话可以修剪一下，你既然撸了叶子了，我建议还是修剪一下，我给你换一换吧。修剪一下以后呢，就正常的去养护就 OK 了，别动不动就把叶子给它撸掉。你也听过一句话，小撸怡情啊，大撸则灰飞烟灭啊。懂这个事啊。我还建议你把朱顶红挖出来重新种一下，用个类似于你种桂花的这个盆，这种感觉用了花叶的土会长得更好。如果说根盘没有什么根的话，可以处理处理，有根的话保留那个白根给它种下去，好吧。下个臭宝说这个新养的小盆的盆栽的铁树，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把那个塑料壳的那个盆给它拿出来，给它分体，然后浇水啊，干了再浇，不干就别老是浇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控水，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点肥料和杀菌药，好吧，别的没什么大问题。他又发来这个幸福树，幸福树没什么大问题啊，幸福树可以换一个略微大一号的花盆了啊，别的没啥。他不喜欢强光暴晒，家里边养花哈，我跟花友们说哈，干养胜过湿养，为啥呢？你跟我们大棚不一样，我们大棚里面如果说浇了水没出太阳的话，我们会开通风，就打开各种通风口，实在不行了的话就打开那个风机进行通风，明白了吗？而花友们在家里呢，通风都会很差，所以说稍微干养，用的盆土要透气就挖栽了，明白了吗？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，用点肥料，用点杀菌药，防止一下腐烂啊。下个臭宝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补救啊，粗的小芽子都掉了。这个是一个月季老桩吧，在这里呢给花友们说一下，买月季不建议买老桩。你的话说为什么不建议买老桩，就跟找对象一样，不建议找岁数大的，跟我大舅子一样，让找个50-60的，又不能给他生娃，他就图人家那辆法拉利，还图啥？你这个买这个月季老桩子又不给你法拉利，你买这玩意干啥呀？开花又不行，生命活力又不够，你买个壮苗还少花钱。你别认为这个8年老桩便宜，这了那了的，我大舅子有时候就贪便宜去的啊，找不上媳妇的，找了个60的，懂这个事啊？那怎么办啊？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就把表面的这个盆土挖出来一些，不干就别老是浇了，这种活力它都是差，它岁数大了，怎么弄它都不耐折腾。下个臭宝说这个是我要换盆了吗？还有救吗？百合吗？百合也没开花就开始大面积黄叶了，这个是闷根。什么叫闷根呢？就一直跟花友们说种种球类的百合类的一定要盆土松软透气，一定要松软透气，这个盆不适合养花。你这个盆适合养个啥？养个多肉类的，很少浇水的那种，可以有一定的保湿性。你养这些个草本的呀、木本的呀，就不太适合，因为它闷，它不透气。你再加上你看跟托盆它很紧密的结合，用老话说什么叫不接地气。现在能做的是把表面的盆土挖出来一些，花盆稍微垫高一下，略微的控水，把那些不好的叶子给它撸掉，等干了以后，下回该浇水的时候用点小黄二号，好吧，适当的来点肥料，明白了吗？下个臭宝，两大盆三角梅不开花，今年还能开吗？三角梅啊，光照不够它就不开花，光照不够它就不开花。你说控水催花配了02金甲，这两个大的没开，也是因为光照不够，也是因为它这个盆还有点小，02金甲可以继续整，继续加强光照。还有一个呢，就不确定是什么品种，有的这个三角梅的品种啊，一年它就开一回，很少啊这种品种，但是有，不排除，因为像这么老的应该就是老品种，哈，就是那种我说的那个事了，好吧。花友说3月份重检嘛，重检不是导致它的原因，主要还是光照跟肥力达不到。下个臭宝，垂丝茉莉这个两边的枝干假了，这样长就行啊，这样长就行啊，你想怎么长就怎么长，这垂丝茉莉养得很好啊，花友没事的时候你还可以给花友们分享分享你怎么养的那么哇塞的，想怎么养怎么养。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同步的给它跟上一些肥力就行了，再有上半把来个月吧，一个月左右它就上花苞了，就开始开花了。花友从现在能给你一直开到明年5月份呢，老哇塞了，好吧，不用担心，让它长就行了。
你现在就给肥料，别的没啥、啊，觉得不错就点个关注啊，其他有问题呢给视频留言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在意，拜了，师傅，嗨。